2024年小厨房这样装，厨房太小没收纳，台面总是乱糟糟，备菜都没有操作空间，想做 U 型橱柜增加收纳，过道又太狭窄，可以试试这样做。一、烟道处不做地柜，而是做到顶薄柜，储物空间翻倍。二、缩短旁边橱柜，增加一组抽拉柜，收纳粗粮干货和常用厨具。三、缩短地柜改做踢脚抽，榨干每一寸空间。四、烟机两边不浪费，设计两组储物格，增加收纳更整洁。五、不装传统顶吸油烟机，难看一碰头，做饭一跑烟，而是要装顶侧双吸油烟机，美观不碰头，双通道设计，油烟不再满屋跑。六、油烟机要选能110摄氏度高温蒸汽洗的，油污易清洁，才能持久保持强劲吸力。七、转角延伸35公分吧台，专门收纳常用小厨垫，释放操作区台面，切菜备菜更宽敞，下面放个小推车收纳蔬果零食，旁边放个带滑轮的垃圾桶，方便日常使用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